手机或者没有零钱，我就想了，这反正钱也不多，让大家就从这里边拿一块钱先投进去，也解了他燃眉之急，能乘上咱的公交车。然后呢，我也给他说，就是下一次的时候你可以多投一块钱，让这个爱心继续传递下去。我宣布2030车长虎平获得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金转赠仪式现在开始。这奖金不仅是奖给我个人的，也是奖给我们车队、我们公司、我们所有的郑州公交上的车长的。我把它捐赠给大家，希望这个爱心能够继续的传递下去，这份正能量能够继续的传递下去。看视频上澎湃。